韩寒吃麻辣烫的时候，小杨哥发现麻辣烫的味道不对劲，然后拿了韩寒的也感觉不对，给品牌方吓得直哆嗦。这是什么？东北麻辣烫。然后韩寒化身吃瓜群众。两边手这么抖啊？好了，这么好吃，你不早点卖？原来是在跟品牌方开玩笑。真好吃啊，原来呀！过一会发现韩寒在一个劲的炫。干完了，然后又发现了韩寒肚子鼓鼓的。还好吧，我这两天太瘦了，还行，我这两天瘦了，还行就是嘛，挤的。对，裙子太紧了，这女生肉，男生是非常挤出来的肉。啊！小杨哥有好吃的，叫韩寒来吃。我的妈，来，韩寒吃一个来，给我记得卖多少单了？20多万单。女人到了坟间，干饭人干饭时间，第一个冲向坟间。你吃，你把鸡腿吃剩一个这个玩意儿，因为它真的很好吃。你没有了，你跟我说一声，再给你一个。我想吃这个。吃个排是吧？吃这个排，吃肉排啊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三只眼一。我是抖音一姐。昨晚小杨哥因为航班延误未能及时出现在直播间，于是徒弟小黄独自一人替师傅开播，没想到竟扬言要注销小杨哥账号。山中无老虎，兄弟们。小黄当大了，这个账号都是我的，兄弟们，今天这个直播间就是我直播间，价格全部改成999，直接来账号，兄弟们。说着说着就高兴地舞了起来，不料小杨哥突然出现，搞得小黄瞬间傻眼。直播间刚开两秒，我不听完要失控了，我帮你按开，我帮你太累了。我听到师傅好厉害，直播间开刚开两秒啊！十秒钟按三个人，牛逼啊，兄弟们！开两秒钟开多少？刚刚干啥去了？有点事啊。随后在大户玩夏季短袜后，小杨哥发现了小黄的行为，一句话吓得小黄不敢说话。别人租屋的袜子，这个已经卖了多少？换季了吧，这就是春夏就穿了。夏的袜子，95年的啊。我这个是属红的，属红的，接触脚趾的这个。我自己在穿啊，兄弟们，这个时候我真的是自己穿啊。我每因为他们天天给我寄，他们现在就给我供货。连足一共是做了15年的袜，做了15年的袜，加上他们只做袜，这就16年了。你像做了16年，他的目的肯定有创新，把袜子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好。看啊，兄弟们，可以啊。你们平常多少钱一双？49、70双啊！今天小哥59.9，43双，上车了，真的可以买一双，非常用心。你看我们卖袜子一直都卖他们家的，我哪有才一点啊？他那么一穿，哪个一点？我了7年我都没成一个，你成一姐了？一姐啊！妈的吧，以后见面要叫一姐了。呀！不行的。小杨哥终于逃过了一劫，为了报复大杨哥，果断借着测试的名义报复起来。给他，我的本来就少啊，兄弟们，凭什么我挂他不挂了，对不对？不要死一起死。嘿嘿嘿嘿嘿。等一下，我就不要啊，你知道吧？就要一边两个，一边两个，来两个人，来架着，走。你咋能这样赖皮呢？我走的可不好看，我自己管，我的妈，搞了个。杨哥也成功逃过了一劫，不过此时心里也难受起来，决定把小白龙也拖下水。哥，你这个粉丝对你的热情，你看到没？看一下啊，要扶着扶着，好。别让我你想笑你就笑了，现在没让你，你想笑你就笑了。
想笑就笑着呀，哎，真的不容易爆伤，哎，真的忍啊。一个字，绝。大杨哥直播爆爆米花，操作失误差点闹出事故，吓得小杨哥直接下播。对嘛，要买东西你就买吧，不买东西你就看吧。啊，哎呦我的妈，我现在搞得卖货是真难呀、啊！我一边要爆米花，一边还得卖货。别急啊，你听到、啊、第一锅成功爆出了，于是大杨哥决定再爆一锅，没想到第二锅炉子差点炸了。没酒精没酒精，刚才我说你没酒精啊。爆完重新开锅后，直播间被炸得遍地狼藉。锅吧，你们看。锅吧，你看还有锅吧，快点！爆米花没炸出来，炸锅吧了，兄弟们！兄弟们，开炮！大杨哥最近是越来越爱玩了，就在最近的几场直播中，大杨哥沉迷爆米花机无法自拔。而就在昨晚，大杨哥竟然把整只鸡放进爆米花机里去烤，没想到最后的结果却笑翻众。我就想问你，因为塞进去你怎么拿出来？你好歹你切一下，你把鸡塞进去，你赶紧塞吧。我呆。我靠，谁是他的啊？ Nope Nope Nope。 哎呦你快点，吓死人了。一二 Nop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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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pe。崩溃了，真的崩溃了！哎呀，这棍不行的，别手摸，别用手摸，我拿东西砸也不行，我拿棍砸也行的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我身上炸了上来了！哎，我叫你搞的鸡子鸡了，你鸡了，你炸了鸡了。昨晚看到这一幕，我真的泪目了。小杨哥直播时带货丝袜，测评时为了体现丝袜不易勾丝的特点，原本是打算用丝袜装上带刺的菠萝，却没想到大杨哥心血来潮，非要用小杨哥的脑袋来测试。本来也没什么，可没想到大杨哥为了节目效果下手了一个轻重，可就苦了小杨哥一次次的被折磨，中途脸都被拉变形了，小杨哥也没敢喊停。生怕网友们不满意，你看不见吗？看了，你看。直到后面，小杨哥一度接近窒息，才喊着让大杨哥停下。帅很帅，快点上，真的不行不行。而丝袜松开一点点的情况下，小杨哥第一反应不是继续扯开，而是想着为粉丝们介绍特点。不勾丝，看到没？他烂了之后他不扩张，你看到没？你看，他不扩。直到确认全部介绍完毕，小杨哥才自己动手慢慢扯下丝袜。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。当初那个从底层一步步走来的弱冠少年，成为了如今的直播一哥，如今依旧初心不改。因为他很清楚，粉丝才是支持自己最大的动力。而今天宝纳斯升级款夏季丝袜9.9元福利就能到手，就是小杨哥回馈粉丝们最大的福利，有需要的赶紧安排起来。